My mantra is determined. 我的健身诀窍就是决心、投入和自律。这三个以英文字母 D 开头的词适用于做任何事情。I am Ernestine. 我叫欧内斯廷·谢珀德，今年80岁，我是世界上最年长的女性健美选手。入选世界吉尼斯纪录也是我姐姐的梦想，她希望我们创造吉尼斯纪录。我每天都很有动力，因为我24年前向我姐姐许下承诺，会实现她的梦想，也是希望帮助、激励和启发其他的老年人，通过运动来拥有健康、快乐和积极向上的生活。我总是说，年龄什么都不是，只是一个数字而已。确实如此，大多数人都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能做这个或做那个。不要担心年龄，走出去动起来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让身体保持运动。我教的学生当中，最年轻的20岁，最年长的86岁。20岁到86岁，这确实很棒。年轻女孩们一点也没表现出嫉妒，她们爱戴我，我也喜爱她们，我也从她们身上学到很多。86岁的女士们，她们对能在健身房做运动激动不已。有时候健身房没办法容纳下所有人，你不得不把一些人拒之门外。It is so wonderful to receive letters.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、卡片和礼物，非常令人开心。知道我也在帮助其他人，只是这一点就很有意义。我一直想亲自见下奥普拉，握握他的手。他通过 Skype 采访过我，但我从没亲自见过他。我也希望有机会见到米歇尔·奥巴马，我还想见史泰龙，另一个想见到的人就是泰勒·佩里。我想告诉他们，是他们启发我去做我现在所做的一些事情。To do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I am doing, I would like to say, I am Ernestine Shepherd. 我是欧内斯廷，世界上最年长的女性健美选手。In the world, and I want all of you to know, from the bottom of my 我希望大家知道。我从心底爱着你们。Love, love you.